快乐大本营应该算是国内最长寿的综艺节目了。何炅在这个舞台上坐镇20多年，将这档节目一直做到今天。快本也给很多朋友带去欢乐，快乐家族更是受到网友的疯狂喜爱。如今何炅谢娜的人气早已远超一线明星，就连在舞台上沉默无言的海涛和吴昕也都是人气明星了。只是快本在带来快乐的同时，也被很多网友指责太势利了。最近一期的节目中也引起网友的不满，前来做客的魏大勋、杨洋等人气小生都有大量的镜头，而莫名出现在屏幕里的魏巡却显得格外可怜，就连自我介绍都没有。魏巡因为参加湖南卫视的快乐男生一举夺冠而成名，当时也是俘获了很多粉丝的喜爱，这次看到自己的爱豆在节目中竟然这么透明，不免心生感伤哦，连自我介绍都没有，未免太寒酸。不过这也是快本的风格，很多网友都觉得太势利了。当年周杰伦第一次登快本也是这个待遇啊，本来就内向的周杰伦全程没有人关注，在结尾唱了一首自己的歌曲算是宣传了事，但是天王当年竟然是饿着肚子录节目，连盒饭都没有发，这也让很多人无语。还好现在周杰伦混起来了，让人高攀不起。